对面站，四个对面站，你要打一个。高过来一点。阿弥陀佛，奶奶，要不见面的律师论师。都是三藏法师。辛苦了，你打就说了。我已经来熟悉了。其实下来。那个温州什么时候来彰化？哦，我今那个中午才到的。你有来？做共灾，早上没有来共灾，他再不来。以往都有来受共灾。哦，是。哎，因为啊，备课。啊，备课。程度不好，所以啊，要在家准备一下。你老三藏法师，所以啊，这个啊，要对大众有一个精彩的交代。哦，精彩交代，对，太好。嗯，所以尽量啊，就是充实，哎，勤能补拙嘛。是不是？哎，努力啊，再努力，再努力。我们把这个如来的正法供养出去，这样是。好，谢谢。对。哦，这个误导众生的不得了喽。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要上台啊，就是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。是。知见不能错。是。所以啊，就花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。是，所以没有来应供。那个，你们来，我们请来应供。我吃的很简单，我呢十分钟就解决了。对，还有时间都在准备啊这些弘法的资料这样。慢慢吃。陪大家吃。晚上到几点了？大晚上十点。哇，四个小时哦。是将近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。哎，是啊，差不多。四个小时。哇，不得了。法师今年贵庚啊？七岁七有吗？有哦，有七十七哦，十岁七十六，对。哦，你老人身体要保重啊！要保重，他七十才开始而已啦，那个九零才开始而已啦。我看那个长老都走了。哎，都走了是啊，长老都走了就是啊，所以对啊，长老都走了，他所以不能走，变成我们第二座长老。是啊，现在要去安葬变长老了。